惯性的用语了，但是这个人是不是真诚的用那个心在感恩，是不是真的真诚的心在爱别人，那真的是有感觉的，心与心之间是有感觉的。全球四合一干部精进研习会之后，大陆慈济志工选择留下来打扫花莲净思堂。他们太不容易了，对，我们接待我们这么多人，是他们要付出多少啊？而且他们都是那么有一颗诚恳的心，在付出，感受得到。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慈济志工林小平，跟着弯腰，用心在当下。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做。不要老想着自己不能做，就什么都做不了。其实你们做的好认真啊，年纪跟头发都要剪出来。这个肯定是很好的，实际的细节很重要。让你把心静下来，慢慢擦，不会心烦气躁，一个一个慢慢擦。就是学会放下。志工群连通道侧边的木板下方也翻起来，细心擦拭。这里也是一个灰尘啊，每个角落都是有尘土，我们要把它清净啊，净化人心，也要净化环境啊。好法喜啊，觉得那种粗的东西、大的东西、大的习气，好像好容易看得到，但那种细节啊，常常是被忽略的。以示会礼，这趟寻根之旅，外在实相一切不留痕迹，心却早已满满的都是领悟。傣新闻真善美志工唐建云，华联报道。泰国驻槟城领事。